台风接连着来，北台湾开始出现阵阵雨势，海面上风浪变大，渔港停了满满渔船，渔民聚集港边保护身材工具，加强固定船只，以免浪大碰撞。紧接着，赶紧将渔获卸下，新鲜海鲜袋袋装好，装进箱子里送下船。台风靠近，渔船卸货避风浪。明天还会再出去吗？不会，不会，因为风浪明明晚上就变大了嘛。对。那、你们今天也是特地赶快回来卸货吗？算是，明天可能就没办法出港。没有啊，还休息好几天。海浪一个接一个打上岸，风声呼呼的吹，基隆外木山已经感受到些许风浪。连续两个台风来袭，才刚出港没几天，卡努台风慢慢逼近，渔民们只好被迫休息躲台风，已经都很习惯看天吃饭的生活，等风浪变小再出港比较安全。